的名字叫乔伟啊，我是来自于中化国际物流事业总部集装箱事业部啊，那么我的职务是副总经理。未来我们的集团的整体战略也是要塑造在全球化工产业生产、贸易、分销、物流这个综合指标都能够领先的这样一个行业比较卓越的这样一些行业的卓越地位的公司。所以我相信这个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会持续下去。我们的产品呢会出口到全世界各地，像农化产品它主要的流向是亚洲的日本、韩国，包括欧洲和美国。因为中化自己是没有自己的船队，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这个服务外包啊。但同时大家刚才看到了，我们介绍了很多的进出口的贸易量，都是很多大宗产品，包括很多精细化工产品。我们通过马士基高效的服务，良好的一个反馈，很好的一个品牌效应，也提升了我们中化集团，包括中化国际，包括我们中化集装罐在市场和客户这个服务过程中的一个声誉。同时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呢，也大大提升了我们的操作效率啊，包括提升了我们业务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能够双方是应该讲是一个强强联手的过程啊。